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火狼哥。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了，发货都发不赢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期视频，也就是华为 Mate 40 Pro，就是我手上拿的这台。这台手机的行情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拿回来了。一会我们带大家去华强北看一下现在的行情到底是多少。8+250mm的 5G 版 ，Let's go！ 来，兄弟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的话，我们今天要找个 Mate 40 Pro， 看一下啊，现在它这里很多都是 Mate 30了。像这个小的话它就是卖的40，刚才这个机子我们看了一下，这台机子的卖的40的话它是有代保的，代保4个月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这俩有代保4个月的，看到没有，这个是小小卖的40，像这种小的多少钱姐？我问你一下，你告诉我就行了。4800是吧？不代保的应该会少一点吧。OK， 小的我就不看了，这个大的是你帮我拿出来的吧，今天吧。粉丝说是要一个 P40 Pro 代保的，但是这里面我挑了3-4个都是不代保了。这个机器的话是刚刚过保吧，1月15号过保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不，1月26号过保，刚刚过保半个月左右。 P40 Pro 跟 P40，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小，来这个大小，好吧，找不到代保的，这个刚刚过保也可以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个5150是吧？你明天能不能？明天有没有会到代保的机器？应该不会吧？你代保的机子你告诉我吧，有些人他要代保的。好的。啊，这可以，这个行。对，今天我打了10多个机子都拿不到。这个机器的整体成色很好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可以达到一个通信的标准了。没有一点划痕，原装机器，刚好过保，半个月，就这个吧，计算，转账给你。明天你到代保的话，你发信息给我好吧？因为离过年上来也很近，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些华为也好，苹果也好，货源很少，有货都差不多了。现在是属于有钱真的是买不到货的情况下，我都烦死了，有些机器等了4-5年都没有货。另外的话，这个机子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机器的话采用的是麒麟9000的处理器，8+256G 的内存。关于屏幕的话，它这个屏幕的话就是多动铝的屏幕啊，很少有那种什么钻石排列的，一般钻石排列的都是在Mate 40 Pro 加上面才有这种屏幕。今天就先暂时跟大家说到这里，我是火狼哥，下期见，拜拜。